观众朋友好，我是李佳彤。就怕下一代会成为十二年国教免试升学的白老鼠，李佳彤关怀弱势学生，对台湾的教育忧心忡忡。我不反对我们的学生很轻松的过日子，可是过分的轻松其实是蛮危险。快乐学习的条件就是他听得懂，他就快乐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因材施教以后，他绝对快乐。关怀台湾的教育问题，请锁定本周至晚间10点，影响力100，遇见李佳彤。